所以我今天还是帮你带来了一套，让你在沐浴的时间，第一个可以缩短时间，40年的皮肤了，你要老费角质有多少？怕的感觉。对啊，用过到才两句话，连用2年的它保值的不一样哦。对对对。可是它又不能像以前这样子很自由，想要用多少罐就多少罐。对呀。所以我今天还是帮你带来了一套，让你在沐浴的时间，第一个可以缩短时间，第二个你还是可以娇宠自己，把自己像个贵妃一样享受你的沐浴时光。再来呢，你还可以拥有顶级的成分去护肤你身上这些看得到的关节。脏东西，对对对对，帮他把它洗干净。好，对对对，所以你先过来吧。好，谢谢。今天呢，就帮雨露带来了一套呢，就在沐浴里面呢，它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沐浴这个动作，同时兼具去角质，同时帮他疗愈一下他疲惫的身心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哇，好大罐，很大罐，对不对？非常实在，感觉可以用很久哎，感觉像好像一种冰沙，很好喝。对，这一瓶它是沐浴的产品，但是呢，大家看它里面有一颗一颗，对，它有以色列的死海盐，所以呢，你等于在洗澡的时候，同时做到去角质的功效，重点是要疗愈身心嘛，所以味道很重要。我帮他选的是法国黑玫瑰，所以它有一颗一颗黑黑的，就是黑玫瑰。没有，它一颗一颗是死海盐，然后还加了杏桃果果核的微粒，味道是黑玫瑰的味道。对对对，那你可以闻看看。然后我把我要的我先取出来，让大家闻一下气味。因为呢，这个品牌呢是来自韩国，然后呢，但是它虽然是开价产品，但是它里面的成分用的全部都是呢比美专柜品牌的标准，所以先让大家闻一下气味。好的，那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通常别人说你要洗澡、你要清洁的话，就一瓶沐浴乳了。你想要去角质又一瓶的。对，你想要乳液啊、保湿的，可能用一瓶的。对啊，但是今天你只要靠这一瓶，你就可以完全搞定。然后大家已经看到质地了嘛，其实里面有一颗一颗的果核的微粒，很舒服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平常呢就是直接这样洗。然后为什么我刚刚会干，会还没有用水就先倒了呢？因为它有一个没有，还有一个特别的用法。没有，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是一个小技巧，这个用法，请你一定要学起来。可是它会不会不能每天用呢？它就是可以每天用，因为呢，你是。第一个，你们发现它颗粒很细致。如果你用放大镜看的话，它的颗粒每一颗都是圆圆的，所以它可以天天用。然后再来呢，就记得量用多一点，直接撸一撸，厚敷，厚敷，它可以敷，就敷着就好了。30秒到1分钟，利用它的死海盐的特性，帮你去代谢角质。而且你这个做完之后，就会很像什么呢？比如说什么？像在韩国很流行汗蒸木，就是去搓澡啊。这个做完，你就会有搓澡的效果，皮肤会变得非常的透亮。差不多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像平常的部分，就这样子。你可以在搓的同时顺便消水肿哦。对，其实我们就是由下往上就这样子按摩，由下往上，对，按摩。先按摩了一圈之后呢，我们再针对呢这里，其实我们的脚踝有很多的穴道，对，一样由下往上按。哦，天哪，我用看的就觉得好舒服。对，就是由下往上按，好想把衣服都脱了，按全身啊。先按后面，哦。按完之后再按前面，哇！然后你就会发现啊，其实呢，洗完之后你皮肤会很嫩又很滑，原因是呢，你刚刚说那个法国黑玫瑰啊，其实它的维他命 C 跟维他命 E 的含量比柠檬还有番茄都还要高，真的？对，就是这样按，其实很特别，不是所有玫瑰都是这样，就对，不是所有玫瑰它的维 C 跟维 E 的含量都很高，但是这个品种它的维 C 跟维 E 的含量特别高。那要按多久就可以冲水？如果你每天按，我大概都会有个3到5分钟，其实差不多啦，洗澡时间差不多。干脆你是就是训练你女儿，叫她帮你按，她就不会东看西看的。也是哈，叫她专注一点，就在我身上，就更是大哭。如果你平常你不想按呢，还有一个方式，你把它拿来泡澡。泡澡，我正要讲，就把它压多一点在浴缸里面，对对对，就可以泡澡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帮你冲了。好好，我现在就帮它冲干净。那我们就不用用那个沐浴巾了，对不对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就是啊，又去角质又沐浴。对啊，你就是，所以我说减法沐浴就是这个概念啊。你看我刚刚洗完，哇，
哎，哎，你的萝卜比较上去嘞，有哎。超神奇的，而且比较发芽吧。你黑的那个萝卜超丰满的，那这边比较滑了。紫海盐它的净化效果真的，还有代谢的效果、循环的效果还蛮好的。然后我说他们家的味道其实都很舒服，是呢，它还有一个薰衣草的味道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薰衣草有助眠的效果，所以如果你有一点可能睡眠障碍，我觉得这一瓶就很适合，也让大家闻看看它的味道。然后经典香是有浓郁。这个也很疗愈的，这一瓶呢是它的经典香，好像有一点点柑橘果调这样子，果香调，这也很好闻，对，所以就是三种味道。这两条腿也差太多了吧，一边又肿又暗沉，一边又细又白嫩，看起来好滑，好好摸、哦。